党主席，结束一党专政，停止打压维权人士，停止打压维权人士，支持内地群众抗争，支持内地群众抗争，停止迫害张淑娟，停止迫害张淑娟，停止打压维权人士，停止打压维权人士，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权力归于人民，权力归于人民，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停止迫害张淑娟，停止迫害张淑娟，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刘晓波，释放刘晓波，释放陈维，释放陈维，释放陈西，释放陈西，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反对白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内地政治犯，释放所有内地政治犯，停止迫害张淑娟，停止迫害张淑娟。得了得了，够了，够晒了。啱啱记得晒系咪？影唔影到啲？影啦，影到啊！啱嘅。各位，唔好笑。今日我哋喺工人国际委员会喺上年嘅支部，正在举行一场听证会，就系揭露喺我哋身处后面中联办，佢哋背后所代表嘅中共嘅极权，喺内地不断咁打击内地嘅维权人士，包括我哋中国劳工论坛嘅张淑洁。张淑洁系喺上年护理花嘅行动入边，二月份嘅时候系俾中国嘅公安去逮捕嘅，系整整一年。是被用盡不同的各種方法威逼利誘，去將他收編和收買，希望他成為中央的國安的一部分。我們在內地的同志在整整一年面對著是每幾隔幾日不斷地受到公安的騷擾，在內地那些被跟蹤、被喝茶、被失蹤那些的事情，在內地的維權人士是每一日都是發生等閒之事。而張淑潔佢面對嘅係國安政府對嘅疲勞轟炸，或者係罰佢站立數小時，或者係甚至係將威脅同埋要脅佢嘅人生嘅安全，或者是威脅將佢監禁係數十年、十年嘅呢啲咁嘅行動係不斷咁喺內地嘅國安度進行。所以我哋今日內地佢已經係忍無可忍，為咗係向呢個中央嘅國安呢個獨裁政府去反擊。是逃離去到歐洲，與他的家人分離，在中央內地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極權政府倒台之前，他都不能夠回到中國。他今天在中而今天在歐洲，他所做的一切就要揭露在內地裏面中央政府那種對於維權人士的鎮壓，他要將他揭露出來。而我們是會不斷繼續團結更加多的群眾的抗爭，去作出我們最大的反抗。這個是所有左翼的分子支持民主運動的人士我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是向群眾發聲，我們是要求中央內地是停止迫害這個維權人士。但這些這樣的抗爭的行動是需要透過人民的抗爭是威脅和迫使這個政府，他們才會可能是停止的。我們不能夠是要求這個政府他會自我改革，他會自我完成民主，這個是一個幻想。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抗爭行動很希望得到更多的群眾的支持。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停止打壓維權人士，停止打壓維權人士，停止迫害張淑潔，停止迫害張淑潔，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所有政治犯。各位，這裡是社會主義行動和社會民主連線，我今天回家會讀一讀我們今天的聲明。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現在在斯德哥爾摩為24歲大陸政治活躍分子張淑潔就其10月經香港逃離中國的事件提供證詞。在今日瑞典國會現正舉行一場有關中國民主和人權的公開聽證會，
嚟自重慶嘅張淑傑係提倡工人權益同埋獨立工會嘅中國勞工論壇社手。佢喺2011年初被拘留，並受到可能會監禁長達10年嘅威脅，除非佢承諾同國家安全局嘅官員合作，特別係刺探梁國雄同埋佢所屬嘅社會民主連線在內香港政治活躍分子。佢係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嘅一名支持者。但是張淑傑不願擔任警方的線人，而秘密尋求他在香港和國際上同志的幫助。在2011年10月期間，他被國安派往香港參加一個左翼會議，會後需向他們匯報情報。他得到了包括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和長毛的幫助，從香港逃往海外。其他幫助他進行逃亡歐洲的人包括愛爾蘭國會的社會主義議員和歐洲議會的議員。張淑傑的個案顯示香港的自主權存在極端嚴重的問題，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國安力量利用非法的行為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試探、刺探的嘗試。這個指出中國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由2011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國當局為了先發制人，打壓隨之而起的所謂茉莉花革命，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意見分子和人權運動者越益採取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各種的恐嚇行為。張淑傑是千百名鎮壓受害者其中一個。在這幾個星期，中國當局總判兩名資深的異見分子，包括在四川的陳偉和貴州的陳西，分別判了9年和10年的徒刑。而今日由瑞典國會議員組織的一個聽證會，將會探討中國倒退的民主和人權狀況。除了長毛張淑傑和張淑傑之外，人權專家、獨立民中民不會的常務秘書長和國際特赦組織代表亦都會參與。我們社會主義的行動要求停止迫害張淑傑，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所有內地的政治犯。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停止迫害張淑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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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所有政治犯，維權無罪，維權無罪，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反對白色恐怖，反對白色恐怖，權力歸於勞動者，權力歸於勞動者，停止迫害張淑傑，停止迫害張淑傑，釋放劉曉波，釋放劉曉波，釋放陳偉，釋放陳偉，釋放陳西，釋放陳西，停止迫害所有維權人士，停止迫害所有維權人士。咁寫文件嘅朋友有冇人想講嘢？唔使啦。有冇人需要講嘢？咁如果冇，我哋今日呢個抗議行動就喺呢度結束。